风光。哇，好多啊！啊，回国最好计划成迷唇姐，很性感的东西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消失的红布，这是掩盖不掉我的美啦。这边有个安全卡榫，哎，很安心，因为你放在行李箱的时候，你只要这样轻轻卡，它就不会这样挤到上面。不要加水，对，拖在我们的那些。你看，你看，很快，一拧起来了，瞄起来，哎，然后你的那个鼻孔的地方，太容易了，卸妆这件事情太容易了。哎，我把你的胡子给弄掉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直接碰眼睛给各位看。看我眼睛还真的开，他就是用包覆粘黏的方式把脏东西把它粘起来，在卸妆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鼻翼下巴这个地方多按摩几下，它会把浅层的粉刺把它吸附起来。把我画的那些全部没，加水它就可以变洗面乳，干净哦，而且还有芦荟，对，芦荟保湿哦，薏仁、小黄瓜，还有木糖醇，长效的保湿补水。哎，他真的是爱用者哎。当然哦，因为我真的是每天都有在使用，当然可以讲出它里面的成分喽。我把脸憋进去看，我憋多久吧。哎，真的是这种风光，好了。我怎么洗现在起来都不会有干干的感觉。里面用的是两性型界面活性，就是小朋友用的那种清洁品，所以你在脸上你才不会觉得崩崩的。干净的，干净的，干净的，干净。因为我东西是很防水的，通通都没问题。对，轻轻松松你就可以用最快乐的方式卸妆。我很喜欢这个画面，给你抹上去之后啊，看戏，这样脸的感觉很舒服，而且你脸上只要有妆，你就看到它整个被粘起来。卸妆就是要快有效。啊，你看我现在脸都完全没有崩，我们现在没有上任何保养，都没有完全没崩。沒保养的第一步不是化妆水，不是精华液，是卸妆洗脸，是清洁。深呼吸洗卸凝露这东西，为了让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，所以货都付体验包。收到货你今天用体验包啊，喜欢你再留下来啊，不喜欢你就办退货，然后运费我都直接退还给你。